报道美酒夜光杯，玉饮琵琶马上猜。学员们依序上台，用台语朗读唐宋诗词，发音、情绪都很到位，一字一句触动观众心弦。但其实他们之前可是连一句台语也听不懂。平常跟朋友出去呢，他们都会讲台语，我都不会啊，每次都可以给人家笑这样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就看到，因为我的家又靠近这里了，所以一个礼拜才一天，我有这个时间，我就抽出来学这样了。罗马拼音哦，伊这个音，这个音是有声母、韵母、甲声调三项的元素组成的。声母有17个，韵母有43个。啊，调阁有7个调，5000几个音会当发出来，所以不管任何的音，咱拢有在调发的。这是北投荣华里举办的台语教学班，邀请专业讲师运用台语罗马拼音教大家练习说台语。为了丰富课程内容，还会安排台语老歌、汉语诗词吟唱等，让大家越学越有兴趣。我是讲台语的哈，也是要学，哦，所以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，那我也希望说，在这些年轻人不会讲台语、听台语的哈，这是一个好的地方，哦，可以让大家来做这个学习。目前学员多以外省族群和新移民朋友为主，何里长希望未来能持续推广，吸引更多年轻心血加入台语班，发扬传统闽南文化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游翔庭采访报道。